谁也没有想到，艾梅里执教埃森纳战绩竟然如此出色。毕竟赛季开局阶段，埃森纳接连输给曼城和切尔西，遭遇英超开局两连败，枪手的球迷心里都是亮亮的。自从在8月最后一战主场3-1战胜西汉姆，埃梅里就带领阿森纳急速狂飙，取得了9月全胜的战绩，那个争四狂魔又回来了。欧联杯小组赛第二轮，埃森纳客场挑战卡拉巴赫，这是一支上赛季在欧冠让马德里竞技吃足和苦头的球队。埃梅里次战进行了大幅度的更换，他派出了 3-4-3 的阵容，伊沃比、维尔贝克和史密斯罗组成三叉戟，克拉西纳茨、埃尔内尼、更多奇和利希施泰纳组成中场。埃梅里让维尔贝克担任中锋也算得上神来之笔。上半场蒙雷亚尔送出精彩助攻，帕帕斯塔索普洛斯打入加盟埃森纳后的首粒进球。下半场伊沃比也送出助攻，史密斯罗打入一线队正式比赛处子球，替补登场的拉卡泽特助攻更多奇同样打入加盟后首球。最终埃森纳客场3-0战胜卡拉巴赫，豪取各项赛事8连胜。其实埃森纳在对阵卡拉巴赫的比赛中表现并不好，由于埃梅里几乎换了一套阵容，球员之间的配合还是非常生涩，全场失误频频，然而就是大胜对手。看来埃梅里也偷师了齐达内，身披55号球衣，今年18岁的史密斯罗成为了全场比赛最耀眼的球员。比赛第53分钟，阿森纳后场起长传，维尔贝克头球蹭给伊沃比，伊沃比中路将球分给右侧跟进的史密斯罗，史密斯罗进球，右侧一脚推射，皮丘连传大小两门，卡拉巴赫0-2埃森纳。 S 罗在一线队正式比赛中收获处子球， S 罗他惊艳全场，18岁67天。史密斯罗成为了埃森纳首位进球的00后，也成为张伯伦之后为埃森纳进球的第二年轻球员。如今的史密斯罗也被球迷称为 S 罗，枪手希望他能够向 C 罗看齐，18岁的他绝对值得期待。史密斯罗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道，能进第一个球让我很开心，三分也让我高兴，今天真是梦想成真了，我在队里真的很开心，最重要的就是信念，我们很开心能帮到彼此，为了队友们都竭尽全力。